反正好难那个三折，超夸张的，超夸张的。我这个都要黐咗先。我是 Mira， 超耐冇嚟台湾啦，搞两个月冇嚟台湾。跟住咧，因为我阵间嘅酒店咧系三点先可以 check in， 咁而家咧只系12点啫，咁咧正喺度烦恼紧应该点样消磨时间。忽然间醒一个地方咧系非常之近，只要咧19分钟就可以到噶啦。咁而家咧就喺呢个地方啦，跟住咧应该时间就啱啱好可以去酒店 check in 噶啦。好，而家咧就去搭呢个捷运。同行是有波仔和家姐，19分钟之后就会冲去这个高铁桃园站。哇，我们到了，好快啊，眨下眼倾下偈就到了，真的好像欧洲的欧力。啊，到了我们。好了，我们呢要去的地方就是这个华泰名品城，我最喜欢的欧力。好啦，因为要 shopping， 所以咧放 lock 下先，因为拎住个行李实在太唔方便。耶、yeah, ，放好行李，我哋而家咧可以去拎 coupon。耶、yeah. ！好啦，入到嚟第一件事咧，放完行李之后咧，记得要拎住 passport 过嚟拎 coupon。嘿，麻烦你。那这边是优惠券兑换给您哦。那我们是消费满2000块就可以办理退税，但是不包含餐饮。我们就是会员是免费申办的。那要使用 VIP 室的话，那种就是年度消费，一年内满20万就可以使用 VIP 室。嗯，对。哦，好好，谢谢你。2000蚊就可以退税 ，Yes。真的很喜欢行欧力，因为我觉得呢建筑物啲设计很靓，跟住又一个地方咩都有齐晒，跟住唔使走嚟走去。因为我听讲其实呢度咧系5月入咗呢个 Burberry 嘅 shop 啦，但系点知咧超多人排队。但系我真的觉得 Burberry 嘅欧力款系比正常 shop 嘅款系靓好多。中意 Burberry 嘅朋友，想买 Burberry 嘅朋友，我真的建议系要嚟欧力买。行下，我发现到呢嚿石。当初在意大利的时候排了几耐的队啊，但现在是不用排队。然后一定要这样子拍，因为手一定要放进去，因为当初他的照片就是这样子。话说最近我真的迷上了家具，所以我很喜欢看这些家品嘢，好靓啊！啲设计咧，我真的很想将佢哋全部搬翻去韩国咯。你看呢啲。跟住我近排好中意啲树啦，假草。我哋睇如果咁屋企咁样有一个 corner 咁摆咁靓，亲爱嘅餐具去夹一夹先。哎，我想问这边是什么品牌，因为我不太认识。哦，我们是北欧橱窗，北欧专门在经理一些北欧的设计品牌。哦，特别多人买的是哪一个？像这一个的话，算是我们的热销商品，它叫做啄木鸟水，得了蛮多奖项。像它这个的话，它要开的话，里面是玻璃的内胆。它可以很热的水耶进去？可以，滚水，它可以保温8到12个小时都没有问题。哎，我刚刚看的是65折，对不对？对。更低，更低，我觉得65折已经很低嘞。这个的话，它现在的话是做2折优惠，原价的话400多块。两折，2折的一个很文青的袋子，哎，好夸张啊，2折。对，它现在满3000的话，我们就有送一个，或者是直接加购99块就可以买到。我要不要直接就买它一个？还不错哈，好，考虑一下。好可爱，为什么？它单纯就是在这里，然后装可爱嘛。可是一定要放透明的饮料。OK， 真的好似欧洲呢度，你睇，即系其实唔讲嘅话咧，我真系觉得自己置身欧洲嘅欧力。但系咧喺台湾咁近，喺桃园，然而我系一路都唔知道咯，跟住直至我最近先知道呢个欧力嘅存在。我觉得台湾嘅朋友好幸福啊！睇下手表先。我都近排几中意手表。不知道这个什么牌子。Hello， 您现在要看是我们的 Hamilton 的
的手表，日式机械表，而且其实我们通常在百货一般是不折扣，那我们这次是为了配合华泰的群区活动，然后达到一个 retail 价格达到三折。三折？但是我折咗系萬幾蚊台幣，其實瑞士表萬幾蚊真係好抵，我咪應該買啦。雖然我冇送嘅對象，但真係好難得嘅三折，超誇張啦，超誇張的！咩全區開幕活動？哇，呢個真係黐咗線。四折 ，Coach， 誒呢個炮谷 brand 幾好食，然後非常之好彩咧，我得到一張 VIP 嘅卡，跟而家咧可以帶大家睇下 VIP 房裏面究竟係咩樣嘅。誒，好大喎呢度呢個 VIP 房，所以大家如果有呢張 VIP 卡嘅話咧，即係你行到攰咧，你可以入嚟歇下，跟住等朋友，跟住飲杯嘢都得。哦，有嘢食添喎。诶，呢个咁熟面口，呢个系呢度欧力嘅 logo 嚟嘅。呢个系咪任意门啊？所以我经过好似见到有个门咁嘅物体。波鞋，好靓啊！好多唔同嘅嘢饮，正。眼镜。这边的话，桌上的折扣是有一些都可以下到两折左右，那我们大部分的价格都在三到五折之间。哦，对，棒哎！那我先试一下。好啊。抵啊！点解咁大嘅喵喵系三千蚊台币？其实一路都想买个有牌子嘅太阳眼镜，我冇一副正式嘅太阳眼镜，所以或者我喺度可以买到我想要嘅嘢。然后啱啱喺度睇到咧，啱啱拎呢一个。coupon 見到佢話單筆消費滿五千可以即刻減500，即係佢呢個本身可能係兩折，跟住我買兩個兩折，然之後我就滿咗五千啦，跟住再減500咯，係平到嘔啊，要嘔出嚟啊，真係！店员话呢个系而家最红嘅牌子啊！哇，呢个系全金嘅，呢个好似好靓。其实咧，我屋企有好多眼镜都系咁样圆形噶，但系我觉得镜片系咪太大？我而家就系咁样拍紧我自己。好，呢个就系细圆啫，啊，即系比较近。呢个系玫瑰金，哎，我想买啊！所以我觉得我很想那个，你有看韩剧《太阳的后裔》吗？那个 You Devi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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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住手！超夸张，700多港币，耶！扣入眼镜，仲要系扣上扣，非常之开心。咁呢个 Outlet 咧系分咗三期啦，咁每一期咧都有唔同嘅主题。咁第一期咧就系美国，所以会有个自由女神像啦。咁第二期咧就系罗马，所以咧大家会见到头先嗰个石头啦，同埋系会有罗马竞技场嘅。咁而三期咧就系伦敦。所以咧，系會見到大笨鐘，同埋有啲電話亭，同埋英國嘅雙層巴士。好啦，然後咧呢一個歐麗，我覺得有個非常之特別嘅嘢咧，就係噔噔任意門。因為我而家係三期嘛，咁我係可以同咧二期或者一期人傾偈嘅。我要行過去先。我唔見唔見到佢哋係家姐同埋波仔啊 ？Hi。是一个挺奇妙的一个体验来的，我觉得即有几好可以跟同行的伴侣这样挥手，因为辛苦他了，他一直在这边挥手，稍后就可以真的会面了，拜拜。其实为什么会有这个任意门的概念呢？他们就是说希望是可以表现到其实这个Outlet是无国界，因为其实他们引入了很多不同的国际品牌嘛，所以你入到来呢，你根本真的不觉得你在台湾，你觉得你是身处欧洲，你觉得是非常之国际化的一个地方包围着你。所以这个任意门也都代表着我们是无国界，随时随地都可以很容易地去到这个国家。看到我喜欢的床具，哇，好漂亮。欢迎光临，hey， 你好，我们这边是威珠舞跟 Fritay， 然后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威珠呢，它是英国的品牌，它已经有超过260年的历史。创办以来，它是从瓷器起家，但是它所以看起来就像一个瓷器的感觉，那些图案。这个 pattern 呢，都是跟瓷器是相同的，但它在瓷器上，然后我们把它衍生到床组。好，谢谢。
所以我觉得望落嚟咧，佢啲花纹好优雅，因为系全部都系瓷器嘅嗰啲花纹嚟嘅，好靓啊！我记得全部都一件五折、两件四折咁样啦。呢个系呢个 cushion 头，两折，超国际化。这边是英国，这边是意大利的品牌，喺同一间里面佢有卖两个品牌。是很优雅咯，我觉得这两个牌子的床具。Hello， 你是喜欢类似像这样子小碎花的洋装吗？对。那今年的话，其实像这样的洋装穿起来啊，其实都还蛮柔美的。我想比较小女人的感觉，就外面现在天气其实变化有点大，你还是稍微可以照一下像这样子的小外套，可以多层次的穿搭。那有时候像冷气房比较凉的时候，可以稍微搭一下下，这样的感觉会比较保暖一点点。那我们的话是台湾设计师的品牌，用料的部分呢、啊，其实它都是非常的舒服柔软。那我稍微跟您说明一下哈，像这件洋装的定价，它的原价是28,800，那它现在部分呢、啊？它现在是打三折，非常划算。哦、三折，对，才6000多块，真的很值得买。折扣超低的。对对对，真的很划算。呢一間咧叫做 Ewear 啦，跟住係台灣品牌嚟嘅。佢最大嘅特色咧就係呢一啲咧衫全部都係以圖騰為主，因為每一季咧都有唔同嘅圖騰啦，然之後都有唔同嘅代表色咁樣。跟住其實都幾靚，其實我覺得佢係偏日系嘅，因為咧佢好多呢啲鬆泡泡嘅呢啲衫，佢就比較冇咁韓系，我覺得感覺上係好年輕，我覺得呢個啲衫，或者咁樣配搭其實都好好睇，而且佢哋嘅用料全部都係100%純棉嘅，所以皮膚係比較敏感少少人嚟講咧，著呢啲衫就非常之適合。總之呢一間 Ewear 咧就係走一個文青風嘅，誒中意文青嘅朋友。非常之適合你呢度，其實真係冇諗到呢個歐力係咁好行，本身以為啊台北嘅歐力應該會好細啦，但係唔係咯，係好大啦，跟住好多人化啦，非常之國際性啦，所以我係行得好開心嘅，耶、yeah! ！冰淇淋時間，誒他在弄了，把握最後時間衝刺。買了好多嘢，我滿載而歸，我都好開心啊！係啦，跟住咧行下咧係冇錯，已經變咗天黑啦。跟住本身咧就話諗住係晏晝去呢個酒店 check in 啦，但係結果就係變咗夜晚，跟住陣間應該食完飯先嚟 check in 嘅。估唔到咁樣行歐力都可以行成日，都係覺得呢個歐力真係幾好行嘅。所以大家如果係咁啱嚟台北，跟住又覺得誒冇乜嘢做嘅話，真係搭19分鐘嘅捷運，然之後嚟呢度行街咯。咁咧，我而家就要去酒店啦。如果中意條片嘅話咧，幫撳個 like 支持我啦。記得 follow 我嘅 IG 或者 Facebook 嘅話咧，就可以知道最新動向啦。記得撳埋訂閱同埋鐘仔咧，就唔怕錯過最新嘅 video。咁啊，下條片度再見啦，就收到收睇。記得嚟呢一個華泰名品城啊。好啦，拜。開箱時間，咁咧呢副咧就係 MCM 嘅眼鏡啦。其實我覺得咧，比起個眼鏡本人咧，佢個盒仲靚咯。MCM 嘅呢個代表性嘅 logo 超級靚，跟然之後咧 ，Guess 度買咗兩件嘅 T-恤， 咁咧我都係買男裝嘅，咁一買男裝就會買細碼或者中碼咯，因為比起女仔嘅比較修身型嗰啲設計咧，我中意鬆身啲嘅，然之後就買咗呢一個就係 Charles and Keith 嘅。袋仔佢咧就系、是、咁样半水桶型设计，我觉得好靓啊！佢半水桶型设计，佢呢个位咧先可以贴住个身，孭起上嚟嗰阵咧就冇咁唔舒服咯，我觉得。跟住佢仲有呢条带系有少少毛毛波嘅，跟住都比想象中系可以载到几多嘢吓，重点系有镜噶呢度，劲平咯！呢个袋系计翻港币系200蚊，点可以唔买啊？跟住仲有一个就系呢一对都系 Charles and Keith 嘅鞋，呢一对咧都唔系话太贵，呢一对都系790台币啫，唔记得咗几多折，总之系非常之抵，所以忍唔住买佢翻嚟。